公司老板女儿吃饭，结果她跟我说她有孩子了。领导，我晚上请你吃口饭去吧。你请我吃什么饭呢？我这不，你要不同意，你请我也行。你个员工跟领导吃饭，别的同事知道咋合计吗？不是，这咱俩吃个饭，他咋合计啊？谁愿？那实在不行，咱俩 AA 也行，就是谁也不请，你吃多少你付你的，我吃的我付。吃饭这事儿倒没啥，就是我今天没时间，我今天有事儿。今天咋来了？晚上有啥事儿？我这还得回去给孩子做饭。孩子？啊，你这没工作呀，还想着吃饭呢？你不得好好努力吗？不要靠自己升职了吗？喜欢我吗？我曾问过你吧。咋的了，李轩？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没事，没事。哎，领导。你啥时候结的婚呢？谁告诉你我结婚了？你没结婚的话，你怎么有孩子了？那是我哥家孩子。你哥？对，我哥，你经理。经理家孩子？对，我哥出差去了，让孩子我带两天。那他孩子搁家，我不得回去给做饭吗？啊，经理家孩子，他想哪儿去了你？我就合计嘛，这没听说你有男朋友，也没结婚，那哪来的孩子呢？真能整！你看我像结婚了吗？这误会不整大了吗？领导你哪像结婚了呀？不像。那领导慢走啊。